以前我总觉得那些闪婚的人都是对自己不负责任，后来我发现我也变成这样子的人了，我也成了闪婚的人了。我和我老公是相亲认识的，我们只是电话联系，见面了之后，哎，也感觉还挺好的，就是感觉他人挺好的，憨厚老实。我13岁出来打工，今年就11年了。从13岁开始出来之后，没有享受过，想快点结束这种生活。我觉得结婚之后真的是第二次人生了。所以呢，也差不多到了结婚的年龄嘛，家里面也催，然后就算了吧，结婚吧，那就结婚了，就换一种生活了。我觉得我的婚礼幻想的太夸张了，幻想就像能够在那个。巴厘岛啊什么的，在那里举行一场婚礼，感觉挺好的。我理想生活就是以后和老公两个人就是能够开开心心的生活，然后上班了，每年就是出去旅游一次啊，这样子我就感觉挺好了。